Stay focused. This is Opus. Let's get focused. You gotta know this. 虽然说制作时间很紧张吧，但是我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打造更精良的作品。不能说它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是它一定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作品了。平时喜欢干一些的还是湿一些的？唱的时候，这个歌我觉得稍微干一点点吧，就在这个现在基础上再干一点。好，像躁动的气球 ，No control。像躁动的气球，我只做代号，自由舞蹈没理由，迷雾里心在狂跳 ，No control。老师，你觉得哪个切分好听？他的原的 demo 是迷雾里心在狂跳 ，No control。对，他这样会比较接 ，No control。对对。好，然后你那个切的，我再听一下。迷雾里心在狂跳 ，No control。那我们这样可以保个两条，你现在这个素材，到时候可以让配唱老师再听一下。好的。我们永远向上，绝对不服从，做强做大，只要几秒钟，莫比乌斯的地图在大脑中 ，Take my head， 准备藏在外太空。气球的哒哒哒哒哒，对，擦擦，不不不。Focus 的舞蹈学习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难。因为我和我们的编舞老师也是合作过，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所以他的舞蹈对于我来说其实已经蛮贴切的了。因为他在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也会问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之前我们也其实了解过彼此的舞蹈风格嘛，所以说第一版编出来之后，我只是细微的调整了一些舞蹈的左右向或者是方向上面，其实动作细致我都没有改。这次是和伴舞老师第一次合作，他们是一群特别好玩然后有活力的女生，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特别敬业，他们会努力的修正自己的动作角度什么的。找这个导演团队来拍我的 Focus 的 MV， 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蛮多次的了，还有我第一次拍摄的和他们合作的商务是关于一个服饰类的短片。那其实那个短片一出来之后，我们在 Into One 的时候有做过一次内部的票选和排名，那大家会收到一张调查表，然后会在我所有的商业短片里面选择一条作为你最喜欢的刘宇的一个商业短片，然后这个导演组拍的这支短片成为了第一名，票数最多。所以当时我就会在想，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不仅自己喜欢，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所以我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和他们再次合作。那其实这一次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找到他们，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觉得后期比较厉害的导演团队是比较适合这首歌的。二五，不用一直在那边。
念。大家的手就会不要这么平，就稍微有点力量感在上面。你说，那你就把你的指甲抠出来。我手往上，手往上，不然他们是劈的。好，有一点点皱眉的感觉。OK， 休息一下。公演了吗？全是汗。我很喜欢在这种很忙的时间里面去做自己的作品，虽然它是一个很焦急的一个过程，但是真的会让自己成长蛮多的。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很长时间打磨出来的作品，可能会让自己陷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当中，会想到说很多方面有很多人在帮助你去慢慢的完成，自己可能涉及到的方面就没有那么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参与的部分蛮多的，这样也会让自己了解到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是它一定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作品了。